没必要让俩病人死台上吧，对不对？就当你退票，你待会儿再退吧，你。哎呀，那行了，那今天就先不磕了。嗯，这个头留着，好不好？啊，谁的头留着？哎，先留是留取你向上狗头。哎，你有相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就因为没有相，所以这头才稳的。真的，哎，就你这样的，我跟你说，吸血鬼见着你都得哭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啃哪儿。那从哪儿下嘴呢？这玩意儿。那也比吸血鬼到时候齁死强。吸血鬼万一低血糖了呢？他来我这点糖糕，他给他补补。不不只能补补。吸血鬼一咬你啊，好甜啊！他说我这人哇，张鹤伦好甜哦。你一什么？我笑脸给多了吧？上来，上来，多大了还玩上上下下的游戏呀、啊？这不是您挑衅观众的时候了。我挑衅就这么一个，我没想到他们今天这么合群。废话了，人家一块儿都买票了。一块买票就一块认识吗？是。你是谁呀？就你们这一小撮我看出来了，一二三四五个我能摆平。哦，就这前五个是你的观众。老狼去下台砸死他们。不不，我跟你关系不好，到时候他要来咱哥俩这么好关系，你去砸死他们。这会儿你不帮我了，我不帮你。咱俩兄弟这么多年，其实有些时候得站在一块儿的，是吗？对，我一直跟你一样站在他们那一块儿嘛。老话说，跟观众不得打成一片吗？啊，这倒是老话，对不对？贵妇富贵险中求啊！你站起来，我站着呢。哦，对不起。行了行了啊，都别闹了啊。嗯，今天啊来了这么多朋友啊，是，而且啊我发现我的观众啊都有特点。什么特点？基本上你看有的时候男的居多。哦，对不对？今天大哥来了多少？我听听。就一个呀，就一个。这大哥啊，你听听。哎呦，不是，你坐那么远就别互动了好不好？人家那声音挺洪亮的。我听着了，那、啊、算了，别喊了。对了，今天来的很多啊，比方说有那个集团的老总啊，嗯，社会的名流，你瞧，商界的精英，嘿，情场的杀手，嗯，嚯，都是捧我们来的，嗯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啊，也没有别的能耐，怎么样呢？在台上把您逗开心了就行了，哎，好好演出，对不对？来这儿人家是寻欢作乐来的嘛，什么词儿啊？这是为了开心，对不对？哎、寻欢可以了啊。寻欢作乐嘛、嗯、对不对？到这儿人这是什么娱乐场所，娱乐场所吗？姐妹你喊什么？对，你们这你们要想看这个今天散场了，澡堂子见好不好？青花池，青花池，今天我也露了我的手法。哦，您那手，您上那儿挣二一场的钱去了。挣点外快得了。嘿，你瞧瞧，现在世道不好干，多才多艺、啊、哎呦，都艺多不压身啊。哦，我们这些小演员来说吧，现在啊大伙儿其实你说拖不拖的无所谓了。嗯，什么叫无所谓了？四十岁了，四十岁的一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可看的？他有的你们都有。没有？对，他尿酸你们没有？我还痛风石呢。还有300多，没啥可看的，不像人家小鲜肉。嗯，对不对？你看人家，咱比方说这主持人吧，张九南啊，张九南30了吧？30有了，三十左右，31了都，对不对？都30左右，现在很红很火呀。嗯，现在人看这个岁数，人家已经可以大小便自理了。咱这一场都什么人呢？都是，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。啊，马上就坐轮椅了。嗯，人家这小鲜肉，大伙愿意看，有上升空间。我们这属于什么呀？长得不占便宜。模样不好看，对不对、嗯、你看头发秃了，腰变粗了，嗯，没有鲜嫩的皮肤了，腰间盘也突出了，青春的气息也不再输出了。这一看就是东北二人转的演员。这还怎么还提着老本行干嘛呀？没、啊、不是不是你们本行，这是这是当年来说，嗯，来这个北京之前会点这个、哦、给人搓澡，岁数不再年轻。什么叫给人搓澡？别提这个烤串，烤串不是烤串，
就我这点故事你们都了解了哈。对，谁还没有点血泪史呢？哦，对不对？有血有泪。我们没有。是，大伙开心就得了。嗯，走到这一步都不容易，挺困难的。但是我们还想往上再走一走。啊，还有空间。对吧？老话怎么说呀？说什么呢？对，人往高处走啊，水往低处流。是。现在来说，在这个舞台上虽然说能站着，但我们还不够火，差着呢，对不对？够火的现在都很少演出。嗯，哎，是他们综艺啊、通告啊都比较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你看看那些火的，你看岳云鹏，岳云鹏，对不对？开过几专场啥的，他有时间吗？嗯，是是，忙啊，他还变烧鸡去呢，老提人这个，你还变不出来呢。我尿酸太高了，我这从哪儿变呢？手有时候疼，吓我一跳。真的就这样的？你说你搞说什么呢？说是这样的，我就说人家名，你看郭麒麟，郭麒麟也河南嘞，人家都是忙啊，哎，拍电影、拍电视剧。什么时候你能那么火就行了？慢慢的，什么时候你能那么火我就行了。我耽误你了吗？你这句应该是反问句。你耽误我了吗？你应该是我耽误你了吧。我怎么耽误你了？我现在到哪儿我不揣着你？不是，您是拿我当二甲双瓜了是怎么的？我三句话不离糖尿病这点事儿啊！关键我对您的病情太了解了。你吃什么？你吃的尿酸吃什么药？尿酸是是是。哎，我还真不吃这个。你维不斯他是不是？什么叫维不斯他？我听他们说的啊。咱不聊病情了啊，别聊这个。虽然离人民医院挺近的，斯美格鲁肽别提了，好不好？这都是您的药，这都是。哎，什么杜拉唐肽啊，这是。哎呦。行啊，是，要不说别瞧不起这没屁股的臭虫。你去，你这周围人要没病，我能知道这个吗？只有点知识层面来说，但是我希望来说，这你也更好。哎，我谢谢您吧。对吧？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是，近朱者赤，近尿者骚。哎呦，怎么沾脚了？我说有点黏。你干嘛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对，我好了，我不能让我的小兄弟也。小兄弟儿，您瞧这路话。小兄弟儿，啊，我比你大，您叫大。大兄，还熊大呢，还。打死你，臭狗熊！大兄弟，啊，别大兄弟，我不能让我哥哥。你个臭弟弟。我那意思，我要是好了，我吃点干的，我不能让你喝稀的。哎，怎么着？我给你刷槽子去呀？我吃上一口就得有你的。哎，对你吃干的，我得吃点稀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来说吧，虽然说张鹤伦现在很火，什么话？张鹤伦过气了吗？不可能！对你连过气的机会都没有。张鹤伦。现在多火呀，风华绝代的颜值，无与伦比的才华，肥而不腻的身材，还有臭不要脸的个性。这会儿好什么？该叫好吗？真是赛脸呐！今天记得赛脸，你今天跟我说实话，你今天雇了多少人来？我雇的人都喊退票去了，你都快坐剧场外面了，你还在那喊？就隔一个墙啊！你再稍微再往外挪五米，你就出去了。你，你可能刚从猴山过来。别那样，我那意思是，我好了，我也让你好啊。是你好，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好？我们现在来说吧，我们马上都正在好，正就现在就一天吃一回药，是这意思吧？你今天再提一句糖尿病，我就死这儿。我没说呀，我都没说这仨字儿啊。第34排那个，我站起来。
哎，这眼睛不好不应该是并发症吗？这个。今天我不摔死你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还跟我玩咏春叶问那套啊！哎，别别，你是上炕上惯了是吧？来来来，起来吧起来吧。啊？哎哎，你痛风没犯吗？你傻孩子，只有痛了才能蹲下呢。无所谓吧哈，现在还能比划两下啊，有个好身体是对的。哎，这是本钱，对不对？嗯，这好身体是对的。你看现在来说，你想更好的话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。是是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来说，德云社整个这个团队啊，开始各地挣钱啊，全国巡演。哎，对，这样说好点。嗯，我差点都没反应过来。这样说委婉一些啊。是是，对，我们是为了弘扬民族艺术。哦，扶持祖国传统文化，好，将相声艺术遍地开花。你们要会捧就捧，不会捧你们闭嘴。你就不是，你那实在不能再往上拔了，拔高度啊。嗯嗯嗯，对不？我们为什么各国巡演啊？因为没钱，不是那个，因为艺术。那为因为艺术，为什么出国呢？就好骗，不是那个？你这样说的好像国内不好骗了一样。嗨。就是好挣啊，好挣。就还有一位唱美声的是，来来，保安把那个喊退票都给我记出来。你别叫了，待会儿保安也喊退票了。不至于。对，这毕竟是你以前的领导。哎呦，我发现你别看那脑顶寸草不生，一张嘴还五谷丰登的。还真有词儿啊。没辙，谁让这街是我的主场呢。不过你嘚瑟的了是吗？没嘚瑟呢，那说两句话。你说这一笑啊，你说你这一笑，我这一笑也比你的仪容强啊。我这你多吓人，你心里没数吗？那上下一边粗，你跟个进口荷兰猪一样啊。你说错了，我这算转内销的。我这是你少说话吧，你要跟着我呢。哦，嗯，我还能带着你说两句话。就这个专场来说，我要不带着你，你自己能演吗？他自个儿能演。你演，来来来，你演。真要单口啊。难难难，道德难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就会这么一个定场诗，这都写在他身份证上的。我身份证写这个姓名男男男，性别道德悬，就这个。不是，我就不能前面少写一个，把那男字挪到性别上去吗？就这俩词儿吧，有俩出生背到昨天，对不对？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血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再与将军解战袍。讽刺我？那粉刺你？粉刺我是不是？哎，你们擦不擦？这用过了，这个我呲着你们了，给你们粘在一块儿。干嘛这样啊？这第二段这个是写在你户口本上了吧？就因为第二段字儿多是吗？大将生来胆气豪，天天就这点事儿。我跟你说，打出生脐带剪断那一刻就开始背这个，都刻在脐带上了。哎呀，大将生来胆气豪，都这点人。在与将军决战袍，呱嚓，脐带剪断了。对，对，那我是跟护士学的，我这是。对，差不多吧。什么就差不多吧？这这么两段跟着显呗。那你要怎样啊？你再会一段，我听听来。我要再会一段呢？再会一段，今天必有人血溅当场。不是，你先说清楚谁血溅当场。你猜。不是，那我要血溅，我直接就溅了。来一个。啊？你溅啊！这枪火了，这是什么叫见一个人？别懂这话，真不来了。这哎，是的，你不会就不会。万一到时候没有必要，你说是不是？没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赵国。
干嘛呀？我用这块。你真不够你赛脸的，就这定场诗，我跟你说，后台演员谁要不会个八千段、五千段的，能跑这说相声来吗？你给我来一个4001段。男男男道德学。那不对劲。干嘛呢？刚才检票看我身份证来着。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。户口本你也没放过。没。谁喊的没了呀？还真没。你偷看我日记了？你日记最后写的是没了，这是你的生平啊！这是，你才只能活到43呢。谁日记写没了？东北的朋友，不是哪哥们喊的，还喊豆腐，卖豆腐来了。到他那儿应该是啤酒呢。我看看是不是谢顶那哥们儿，就是他，长得跟狼烟他爸似的。哎，光头那个戴绿帽子那个，怎么跟你爷爷说话呢？狼和爷，我最后说一遍啊，以后不要拿这种伦理类的包袱在这个台上出现，废话，你先说那是我爸爸的。刚才是为了搞笑，你说这个就不搞笑了。好，先死道铺，我先训他两句啊，我先训他两句，以后咱俩在一块不许说伦理的这个包袱，这个包袱低俗了。你干嘛呀？怎么嗓子都齁着了？我是一个高尚的人，纯粹的人啊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哎，咱第一段节目是什么你还知道吗？你先把这捡起来，咱没有别的武器了吗？我搬着音箱砸死你！就他们几个一的欢，我记住了，他们仨啊，给你们仨刻到他户口本上。难难难，那是身份证。大将生，哎呀，行了，不要起哄了啊，差不多听相声10块，起哄12000。10万，10万，你只能起哄90%。行了行了，哥，行了，坐那儿就不要。你跟你说，大哥，你要不坐第一排再互动一下子呢？哎，不是，这大哥你坐第一排还这么内向，要不你跟那大哥换一下呢？你耽误这好位置了，知道吧？哈哈哈哈！大哥，人家都觉得你汗颜都是。不是汗颜，你看大哥人坐着挺稳的，就这样。就这么看着你，挺好的。我们就希望这种观众啊，但是该笑的时候配合一下子啊，哈哈笑。嗨，您太配合他了，毕竟听相声不是看他出殡来的，是吧？我死了，你成孤儿了，你得给我摔。不许这种包袱，我宁愿尝到一点甜头。这个演员，你看，好，哎呀，大郎啊，这九南把我的药拿来。今天你是行了啊，哎，今天你是喝饱了。对，我喝什么了？我喝饱了。今天你要是这样的话啊，兄弟，我打断一下。怎么了？咱第一段节目叫什么呀？什么作品？九南，我忘了。啊，学外语哈。啊，对，学外语。哎呦。哇，原来咱们作品还有名字啊。我也没想到。咱学会外语怎么样？好啊。你看这个过桥非常的严谨啊。对。特别的丝滑。学会外语吧。嗯。因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不早早的提及到呢？哦。因为忘了。哎，不好笑。就剩这可以笑了。哎，行不行？因为什么呢？一说到外语来说、啊、我们之前去过，刚才外语去过，咱们国外美国不去过吗？跟郭老师去演出，对不对？美国的来说咱就不学了，英语咱都会，对不对？这个别咱的套什么近乎。英语英文歌吧。英文歌是吧？豆腐。哦，不是这个豆腐，是汉语，弟弟。哦，行。
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，这英文歌生日快乐呀，是不是英文？是英文啊，那这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、啊、那你们理解什么呀？那什么英文歌，换一别的歌，你唱给我听听。还英文歌呢，是能张嘴就来的吗？Near, far, wherever you are,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us go on. Once more, you open the door, I believe, and you hear.I believe I can fly,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。 这首歌今天我要不拿一首英文歌我就栽这儿了。你要唱字母歌我弄死你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跑火了？我这把我后道给堵死了。我会那两首字母歌和生日歌你全说了。那可不，跟你说话甘蔗没有两头甜。I can still see, seem like you,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 don't forget me. And remember yourself. Adele 的歌。哎，阿黛欧。阿黛欧。阿黛欧的呀。您给人名字拼出来了。我会两句。挺好挺好。对不对？啊，那都。杰克逊，杰克逊，哦，扎斯比利，啊，扎斯，我就撩撩裤子，你们干啥呀？这确实，这一般他来不了这个。行了，就好像你的结石你能来似的。他也是随机的，他是。可以了，这来不了，他小短腿这么长，还来个太空步啊？我不会，我真不会这个。没有必要逮着蛤蟆钻出脑白金。对，什么话这叫？我那意思，英文歌来说啊，英文来说，咱们去过那块的，没有必要展示。哦，还拽回来了。咱们那什么吧，去别地儿，弟弟。行，怎么着？到那是难为你。得累，您受累了。那什么，去那个叫泰国，泰国行吗？泰国，我无所谓啊。前面给我打两口子吃的还没呢。对啊。哟，这我打到我短板了。您这什么话？这泰语啊？泰语我不会。前面有个大脸火烧，吃的还不赖。什么？前面有个大脸火烧，吃的还不赖。您这是泰国话，都没出西二环，这都。我就告诉你一句，哪怕你说一萨瓦迪卡。对，萨瓦迪卡。加一。欢迎大家，萨瓦迪卡。我不能带你去泰国，我怕你成为那儿的特产。榴莲呀、啊。你们家泰国是榴莲特产啊？那什么是特产？你看看，这都是泰国回来的特产。哦，好像声音没改。嗯，啊，你别为难大哥，大哥好不容易装出这么磁性的声音。声音，咱不去那儿了啊。哎，日语行吗？日语还可以吧，我大学第二外语就是日语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どうぞよろしく。私はロンです。あなたはチョウさんですか？没有必要鼓掌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冷静点，大哥，你干啥？你哪天不看点电影啊？你看点电影，说的不比他流利吗？虽然说就是短语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咱也会这个啊，因为我卡给姑给我们撒戏，死在走私马咪母面目。你看，你先等会儿，这有嘛呀？你先等会儿，你这怎么是在天津学的是吗？跟天津有毛关系啊？不，这太有关系了，你这仿佛就是天津快板啊。怎么这天津快板呢？你再来一遍，我给你贴着板。啊一五哎哦，哎，卡奇库改口，哎，大戏死在走是马咪母埋没。对，当当啷滴当，当当当啷滴当，当啷当哩带哩带啷，当当啷当当。哎，列位文座，您了听短香，十三道大遮，学徒我唱讲扬，今天就天津快板去。他呀确实，我跟你说那个什么呢，日语啊，他借鉴了咱们不少天津的发声方式。哦啊，日语他也隔着海他就过来了。他日语隔着海就过来了。他们学了咱们很多这个上天津，你知道吧，学了很多天津的发音方式。你比方说那个你说的是那啊，有这句你看天津说的是嘛，
学咱们的吗？这好像上下联儿。妈呀，他们听的 ，sorry snake。您这都瞎来都是学的咱们的。那日本怎么着？日本就不去了你。那咱去哪儿啊？说半天，韩语会吗？不会，去韩国。哎哎，您这逻辑都不对呀、啊！我就不会，我去那儿。我怕你呀、啊，到那儿说我会呀、啊，结果说两句，人家那儿一笑话你，蹦叽一下难过了。哦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呢，你不会，我教你。您考虑到我的面皮。对了啊，我教你，我喜欢教这种白纸。您会啊？哎呦，韩语什么什么片我都看过呀。韩国电影、电视剧、动画片都瞧过，我也老看韩国电影。对了，咱会韩语，你不会韩语怎么看呢？那您受累了，我跟您挣钱去了。怎么着？啊，我教你一段。咱到那儿说相声去。哎，说相声不行了，到这儿演一个情景小喜剧。情景小喜剧。哎，咱得挣钱啊。哦。就类似于两个人对手对口的相声。是啊。相声剧的感觉。哦。父子爷俩这么一段对话，怎么回事？我给你学一学啊。嗯。他儿子叫他爸爸。父子爷俩。对了，他儿子叫他爸爸。哦，爸啊。您先等会儿去。咱都冷静一下。今天来了很多韩国朋友吗？不是，不对。您刚才说这谁叫谁？他儿子叫他爸。他儿子叫他爸，怎么能叫欧巴呢？欧巴是哥哥的意思。你不说你不会韩语吗？不是，你到底是撒多少谎？不是，不是这个，我韩句句子不会，单词我也会。欧巴、欧尼、撒浪嘿、唐桑米达、哈尼哈塞哟。哎呦，有点超纲了。什么叫超纲了？你会这么多？屈指可数，就这五个。就这五个，您就有一不对。骗人是小狗。行，骗人张小楠。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那是不骗。好嘞。那您这就不对。就会这么几个词儿，你还说错一个。我说错了。你说那是欧巴。对呀、啊。哥哥，我说这是爸。行，韩国的朋友回避一下，好吧？哦，您这对了，这是叫他父亲的意思。哦，哎，翻译我来啊。啊，爸。行，你们同意就行。他爸答应不是这么答应的，他爸答应。他爸喝了是怎么的？他不答应吗？韩国有这个。哭的哟，可就寂寞的哟，屋里很黑。노래없이도그래부기요도부도그대这一唱歌血糖就上去了，是没必要展示这个韩国歌曲啊、哦！我听过这个，请回答一九八八啊，这个听过。你还看过什么呀？没有没有，知识面还挺广的，有点基础是好事儿。嗯，就是这个叫他爸，他爸答应，然后就这，他爸发现目标了。哇，他爸跟土地鼠似的，我心里的残不这么一灯光。他儿子残不 I don't know、哎、吓我一跳，你干嘛？你跳起来了吗？你这就是英语 I don't know、哦、对，他会英语。不是你要骗我是吗？就是英语。刚才说了儿子跟爸爸对话，他儿子这么带点小孩学英语没毛病啊。你是不是有孩子？有啊。不是借的是吧？当然不是了。你孩子小孩不也学英语吗？对呀、啊，说一句 I don't know 没毛病。哦，说的就是 I don't know。也对啊。哦，他爸爸说，你喝酒，就给你顶，他一个啤酒醉酒，谁给他洗好？就你一个，就一个。给他洗了，那惨白的漂白洗白一冲冲就是洗完了，天开了没有？孽畜，骂谁呢？怎么了？骂谁呢？孽畜。禅语，孽畜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对，孽畜，孽畜。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是意思。明白。我就懂这两句。你要懂，你不也会韩语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教你。太好了。对，你这一句一句慢慢来啊。怎么来啊？前面是太长了。头一句大招，不，吃饱了可以回去了啊。他爸答应，哎。那为什么这残不这么一能过？就这句开始，慢点，慢点。为什么这残不这么一能过？我让你说慢点，你表情慢什么呀？为什么这残不行？还得慢，再慢点，再慢点，再慢点，听出来了。听，咱别鸡贼啊！您这我这听不出来，我怎么学？怎么学？咱俩怎么出去演去？哦，想明白什么意思？多新鲜呐！那意思，
为什么缠慢慢为什么呢缠不上面一滩黄。我天哪，咱冷静冷静吧，有必要吗？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？还你多少沾点韩国血统？你刚才是这么说的？对，为什么这餐布这么一滩黄？儿子，餐布什么？餐布？哦，餐布。对，餐布，哎，哎，对。你这一句话像脏话，你谁说的呀？你这不是你说那个阿西吧？你说那是韩国电影里打斗当中老有。对呀、啊，人是阿西这个人，这人叫阿西，阿西怎么？阿西怎么了？阿西吐了？什么？阿西吐了？对你，要不你下去跟他们换一下座呢？我没买票，我跟你翻一下这什么？阿西吐了，阿西吐了，哎，哦，明白了，餐布上一滩黄，阿西吐了，阿西吐了，哦，水是有源的啊。他儿子回答 ：“I don't know。”这我知道，啊，不知道啊。I don't know。反正喝啤酒，什么？喝啤酒？喝？喝啤酒？喝的啤酒？对，喝的啤酒。不是你这句像青岛话呀？跟青岛话有什么关系呢？青岛那个方言，来，喝啤酒。哈啤酒吃嘎了，你说那是青岛话啊？但是呢，确实有点青岛味儿，对不对呀？因为什么呢？韩国呀，离那个青岛比较近，他们那顺着这海哗游过来，这是学的什么？哈啤酒疯了，人家呀，咵嚓跳海里，哇，到青岛这边哈啤酒，哗，游到一半忘了怎么办呢？人家多的说就学这么一句就回去了，就剩哈没有啾，学的多了，哦，学了个发音方式，哦，好的，学的哈的啤酒，喝的啤酒，对了，他儿子回答，酒喝了一丁，酒怎么着？酒喝了一丁，哦，就喝了一点儿，你们还真厉害，阿西他一喝啤酒醉哟，你别生气，慢点来，阿西他一喝啤酒醉哟，慢点，阿西他一喝啤酒醉哟。阿西怎么着？这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，啊，醉一宿。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。嚯、哦，谁跟他喝？什么？谁跟他喝、哎？对，谁跟阿西喝的？你可急死我了！没您几位真不行。谁跟阿西喝的？谁跟他喝的？啊，就你哥。嗯。啊，就你一个？不行，你看看弹幕啥的呢。我也得看得见的，我这是就你一个，就你一个啊，就我一个，哦，就我一个啊，赶紧吸喽！哟，这句我听懂了，太恶心了，赶紧吸喽！你说我这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要说你尿酸高呢，我这玩意不摘，你什么都吃得下呀、啊？我多能跟你抢这个了，这是，啊，这不是您说的吗？赶紧洗喽，洗，赶紧吸喽。赶紧洗了，我听着差不多吧。赶紧洗了，哦，多音字。洗了那残布的漂白鞋。哟，这句更长了。那残布的漂白鞋。残布怎么着？那残布的漂白液鞋啊。残布拿漂白液洗。对，他残布的漂白鞋被一匆匆就是洗完了。别一匆匆就说洗完了。哦，别一匆匆就说洗完了。洗完不能睡觉。洗完了不能睡觉。洗不完不能睡觉。啊，对，洗完不能睡觉，听了没有？孽畜，你就这句理解的最透彻。这不，这到底了，我知道了，最后这句了呗。这么说你也明白不了，咱俩呀、啊，这么表演一回就知道了。怎么表演呢？这么着，咱俩就来这个父子爷俩啊，给你个便宜啊，你演这儿子。对你玩去，我是便宜，我成儿子了。父亲这大段的台词你会吗？哟，我还真不会。所以啊，得嘞，好嘞，受累的我来。得得得，咱俩呢就是啊，在这个客厅啊相遇了，发现这目标了。啊，这儿好比客厅了。对了，你在你那屋睡，我在我这屋睡，到这儿来相遇。怎么还分着睡呢？你看你都长大了，不能跟爸爸睡了。你吃屁噎住了？你干嘛呀？
你也没开导航啊，你这不是我这伸个懒腰啊。你是小孩，你至于啊至于那样吗？没必要那样。哦，小孩啊，哦，一步到位。一步，你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含着跳跳糖啊？不是，我出生的时候背的定场诗。好，那你回去再背一段吧。哎，好嘞，我干嘛呀？我这按照您的要求一步啊。那小孩有蹦着出来的吗？早晨。行行行，我知道。我还得叫他，阿爸，你怎么不答应啊？别抢我的啊！再来一回，阿爸，哎，这回声更大了。对，我一洗完了，擦不着你的我。不是你笑你妹呀、啊！哎，您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？你看他疯了似的，你干嘛呀？不是，我这个有人物在里边啊，你看你发现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咱俩刚在这儿相遇，你这我这一看，我就用我的这个微笑掩饰我内心的尴尬，你不所以我就你噔，我这个，你不用那样。哎，效果到了，他们都乐了，观众可以笑你笑个六啊，重来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一希望他藏不中你灯锅六，这六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的观众他们都笑了，你笑个六，六双击。你这个智力，我很怀疑我跟你妈是近亲。不是，你不用怀疑我妈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你怎么要求的，这个是。我跟谁生的你啊？我和你妈。你跟六，你像个正常人一样行不行？不是，那您说应该怎么来的表演啊？害怕、喜怒哀思悲恐惊，没学过吗？好比这场，好比哎呦，这个怎么办？被发现了，又掩饰自己的内心，但是呢，还不能让爸爸发现你这种状态，又演出来啊！哎，你这真好哎，要不你来这儿子吧？行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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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，你来这个，来，啊，爸，哎。来，换过来，来，就为占便宜，你还能再肤浅一点吗，老狼啊？行，我就找着感觉了，但没有必要这样吧？害怕，我觉得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最后一遍了啊，就是害怕这个是吧？赶紧的，恐惧是不是？好吧。哎，你为什么的惨不惨不？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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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词儿了，提醒我半天，他忘了。你要不搅和能忘吗？我没搅和。重来，为什么的惨？我没叫呢。行行行，我也够贱的。来，阿爸，哦，为什么惨不上一天？韩语，韩语，说的比普通话还溜。为什么的惨？阿爸，阿爸。哎，为什么他惨不这么弄我？惨不？阿西图呢 ？I don't know。干啤酒？嗯。这酒喝了一天。阿西他个啤酒最小，谁给他搞酒你搞？酒一个。那弹幕有点慢，那点。跟着洗了他惨不的漂白洗白，从头子都洗完了，洗白白的洗掉。呀呀呀！阿拉说阿拉说，哈格罗布狗这洗干洗多了东西，阿巴多了东西，阿巴多了东西，多多多了东西，阿多了不洗了怎么的？
孽畜！去你的吧！舞台上，这是北京啊！啊，北京，你敢唱京剧？哦，确实是。这是怎么？这京剧窝子。嗯。京剧窝子，对，哦，徽班进京200多年嘛。对了，这玩意儿你就是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分钟。对，你不练过这玩意儿，这窝子就11分钟啊！你没练过这功夫，你在这儿敢呜嗷喊叫的？哦，您还评价人家了？哎呦，我唱多少年了？谁呀？蜜。他老离不开那点病，你这。英文啊，宝贝儿啊。咱不是说中文呢吗？我说话的时候你把耳朵撩起来听着点儿。我成元帅天蓬元帅了，我这还美化自己。不是，行了，您的意思，您唱京剧？我来北京多少年了？多少年了？四十，好几十年了。都知道我们德云社有个叫德云传习社呀，哦，知道啊，我在那儿哈，你瞧他这词儿，那儿哈儿，那儿哈儿啊，那儿哈儿，来，先把学费交一下，来，怎么我今天跑到团建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南五环那儿哈儿啊，南五环，对了，怎么样？当年就跟那儿哈儿啊，我们一块练功啊。您在那儿？那当然。哦，还拉山崩啊！哟，云手，嚯，双飞燕，怎么了？哎、鞋掉了？没飞起来刚才啊？哦，但是慢动作已经赶出了那个身段的秀美了吧？残不？老跟残不有什么关系呢？哦，我以为不是那个节骨。哎知道为什么拿过来吗？为什么？我怕熏着人家。来来，给朕提鞋。来，我来，我给你提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指不定甩哪儿去了呢。哎呦，当年都练过这些。哦，还有呢。妈！哦，这些也练过。靠什么挣钱呢，兄弟？随时客户来了，来啊！客户来了，咱就得接着。好家伙，我以为对吧？这是、哎、别来来，老话怎么说？都是红尘是非客，是客我们都得接。玩去！哪有这话呀？啊，没开了吧？怎么不来了？再来，看鞋掉了，扣开了，再来裤子就得开裆。好家伙，那您注意吧。当年练过这个，就练这个。劈腿啊，横叉、竖叉。下腰，嚯！我爸呲你们一身血糖，怎么着一下腰就跟放血似的？没必要了，现在这两年什么没练功了？为什么？没练，岁数大了。哦，不惜的练了。那会儿我青春年少，风华正茂啊，能歌善舞，如狼似虎。什么词儿啊？这都是老词儿。老词儿没听过这个，那年代天天练功啊，喊嗓子啊 啊！京剧这你知不知道这个？不是我知不知道？那现在这个麒麟剧社也没看见您呢。现在我还在那儿干了吗？那压根儿就没去过。不是我跟他们不一式的，我们不一沫子。你跟谁一沫子？不一沫子？会这就完了呗，京剧唱腔唱段这个。这我们也会，我也知道啊，也没看您唱过。哎呦，你会你会个六。来，继续上一个节目来。你看这方面能耐大了的，废话了，京剧唱段那个啊，将身儿来只在大街口，这都是老段子了，三家店又叫南起界，你会呀、啊？多新鲜呀！尊一声列位宾朋听从头，来，您唱我都能接上，你听这个啊啊，此时金。
不可闹笑话，胡言乱语怎瞒得着？在长安是你夸，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？不要紧吧你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什么干嘛呀？我都给您接上来了，您把我这话筒挪过去了。你唱的不好啊，小表辈儿。那您再换一个老帮菜。就这能耐？怎么了？我都能接上，干嘛呀？相国长，长，你看这都一样。尊一声相国听断你楚平王无道，心不恶意，百感不达，自得其金定年改换，银定而交，故乡女改换。喂喂，马大威，那音响老师都跟我一伙儿，他把你麦给掐了。这个剧场就音响跟你一伙儿的，你请他吃饭来着？真会，还真能唱是吗？咱都接上来了，您别瞧不起我们。听这个，啊，听这个。还门，苍茫大地谁主沉浮？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？门，这是我的同学，嫌你是老北京。那么老北京不是老北京？你有多大罩了呀？你要捞起来？好好好，听这个啊，听这个小表辈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这么一会儿俩表辈了，听这个啊。听什么了就好啊？哪儿就好啊？好，听这第二段啊。嗯，您先唱第一段。哦，第一段学王八，吊金龟。哎，不跟你们闹了，正经的京剧啊。你差不多累了，哎呀，都脱发了，还在这嚎呢。哦，又是你。我站在城楼观山呐，进而听得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，万里刀儿蹲，刀与马，红脸的关公战场，树上的鸟儿成双，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刘大哥讲啊话，李太偏正是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个数个数个开飞机的数个大小大，走走走走走。京剧打三分之二往后还是京剧吗？是啊，是让炮打了。听这个啊，不能接吗？听这个不能接。您这传林海还干嘛？你没到你呢。跨学院安清，没到你呢。起床儿咚，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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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咚，到你了。小寒，告辞。哎，别别别，哪儿啊？就走啊！我接上来了，您拉拉扯扯的，我表呢？您别闹，就这这么多年偷我几块表了，我就拦，我戒指也没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原谅你。这边的也没了。是是是，你那绿戒指他改成帽子了。家伙，你看把你硬的，你看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哎，你要能唱啊，别在这儿显摆。干嘛呀？就别在这儿显摆。今晚上你跟我走，好不好？上我房间，我好好的弄一弄。不是，您怎么什么话？咱俩过招。不用过招，北。你去什么？咱仨斗地主啊？你姑娘家家的不方便。你先跟我聊两句。
啊，一见着姑娘您这话就多的似的，咱不上您那儿去，姑娘比你可爱。嗯，咱就在这儿来，在这儿哈。对，哎，还哈哈加哈这儿哈，在这儿你要干嘛呀？咱在这儿唱一出啊。我真怕你哪句唱错了，观众一笑话你，在台上自爆了，砰炸一地卤煮。你瞧我炸那玩意儿，对不对？炸一地卤爪啊，卤爪是什么东西？龙爪啊，龙爪还怀呢还。好好，不没关系，观众笑我笑个六就行了啊。行，你要不怕丢人，咱就来。我怕什么丢人呢？可以，来来来，您没这么瞧不起人。来，咱再唱出一出。哪出？咱来出捉放曹。捉放曹，好不好？好。不好呢？嗯，不好就不好，但是不好也得唱。行，你想想，狗都报节目了，那还不得唱吗？这个，对不对呀？行，听你的。嗯，捉放曹。如果没有猜错，应该是三国，对不 对？他还真知道。那我倒曹操啊，啊是是，一代奸雄啊。哦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。哎呦，我你负在这儿呢，不用天下人，真够无聊的呀。干嘛天下人？你要有话说就说着，你不说话你就歇会儿。不是，我主要有点低血糖，我这。来，你尝尝我这尿酸怎么样？好，你还继承了我的遗产，你都继承我血糖了。是，我是这，咱呢，曹操的戏确实不假，但是这是一个连台的本。三国的戏啊，你说唱那捉放曹不精彩，为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咱来呀、啊，你说捉放曹那块不精彩，咱来哪块？咱来那个大乔小乔呢，对不对？大乔小乔得有大乔吧？曹操爱什么你得知道吧？赤壁鏖战。对了，哎，大乔啊。啊、我的大乔来了。有大乔吗？不是，咱捉放曹没有大乔。没有大小乔有没有？小乔，小乔，你是要本色出演是怎么着？爱流氓啊，这是三国，你得唱点精彩的，这爱情。没有大乔小乔，那个貂蝉有没有？貂蝉也跟曹操没关系、啊。那吕布骑走了吕，那是赤兔。董卓霸占呢？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那甄姬有吧？甄姬不是？您看那三国怎么全看女的呢？你看三国是为了老爷们去的啊？对呀、啊，咱看的人家历史啊，三国纷争啊，不够精彩呀、啊？不是挺精彩的？曹操的爱好都得体现出来呀、啊。我看出你的爱好来了，我这就行，咱就是唱这儿哈啊，这儿，咱就公堂这儿，公堂对，好不好？行啊。听你的、哎、这咱就分配一下角色嘛，不用分啊，都给你，这都给我，您干嘛去呀？我找大乔去。你别找了，立交桥都没有，找大乔干嘛呀？您得来一个，您不是刚才想来曹操吗？曹操，对呀、啊、您就来曹操。曹操啊，好不好？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哦，背上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峙，山岛竦峙，山寺峙，翅，峙，翅，你随意，是翅还是峙？还说了算，他怎么不吃姜呢？他说了算，山岛竦峙，知道、哎，对，可以了，您就云长，隔着数里，我都能感觉到你长刀上的寒意。你听见云长说什么了吗？云长说什么？切，那都不稀得搭理你。您曹操确实了解曹操啊，陈建斌老师的那个曹操啊，可以。总想和你在梦里相遇，可是我总梦到大乔。可以了，您来曹操，好吧？好啊，公堂一折，我来陈公。你来陈公公。对，我老夫也起驾。您呢？猴宰相。这个人物转换的太快了，就你这样的就别喜欢大小乔了。干嘛呀？你别笑得那么欢。我喜欢，我愿意，我有用。您这都成宦官了，您这。我看着还愿意，我怎么了？行，也就看看了啊，对不对？不是陈公公，你来谁？是那个中牟县令陈公。我知道。哎，对，我来曹操。是后边呢，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。您前面王顺，后边曹操。哈。能耐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这话他搁这儿了，俩角。哎，对，您两个角色，行，好吧。这样您受累了，跟我搭搭桌子，先削削的等那么一奶奶。我也不知道上哪儿等去。曹操，
一代奸雄啊。是，你见过曹操有自己搭桌子的吗？俩人搭桌子快，您受累，就得我给你搭。您来吧，一代奸雄跑着搭桌子来。好重啊！有你这样的吗？这一个搬一个摁，他能不重吗？这个，您搭起来。圆规是曹操发明的，是吗？不是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抬起来。我知道，我酝酿呢，这不是吧？你酝什么酿啊？都。你是不是没带纸啊？我你哪个酝酿啊？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全身的力量叫到我这两个手指上。你这样，这现在不是桌子，这是大小乔。啊？嗨！这个演员要了亲命，那倒是没让你划船来啊。行了，来吧。手有点干吧，咱俩好好搭好不好？请。哇，你好 man 哦！我好 man muscle。行了，还缺把椅子，你去拿椅子。谁？你去拿椅子。我曹操一代奸雄又来了，是不是？拿椅子去。我拿。拿椅子。你去呀、啊。不用那样，我吓不吓的？就我这么一大奸雄，我能一大奸雄？这大奸雄，我能自个拿椅子吗？那你不拿，我也不拿。我一个口哨，好，闻着味儿就来了哈。哎呦，秘书，把我的椅子拿上来。你还有秘书呢？哎呦，现在说相声不带个秘书敢吗？在哪儿呢？这秘书？秘书，秘书，大乔，这是你秘书？我秘书，椅子拿过来，好，放下就可以了。你秘书要干嘛呀？秘书给自己加座去了。这月没有工资啊，毛都没有。秘书跟大傻子似的。不是，可能让九男给抱过。老话说让傻子抱过。不是，那这椅子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想问问你还有秘书吗？大乔，别闹。乔儿还乔儿呢。我是乔玄。就赶紧乔乔儿吧。来，我叫什么？快叫爸爸。这跟我没关系。我拿上来。脾气不太好。曹操，想你一代奸雄。我们一代奸雄，我趴台底下拿椅子去。那个没准狗熊可以。我没想到现在观众这么坏。是观众坏吗？观众都他把椅子藏到最底下了。是人家藏的吗？那不是因为你秘书搁那儿的吗？你跟我秘书到底什么关系？你们串通一去。我给你孩子打掉的，孩子去捡椅子吧。立起来，快点的，叫秘书，来吧，赶紧拿吧。大哥，帮我把椅子拿来。别麻烦人家。谢谢您。哎，叔叔看你手机还在吗？还在呢是吧？啊，表没了。那是我的，那是。你们几个瞅我嘴脸，我记住了。
来，这几个妇女我看着呢。来来，张总，张总，我不知道一个椅子出身这么多花絮，我不晓得观众这么坏，把我椅子藏起来。我也没想到捉放曹是个群狗。抓紧时间吧。谁浪费的？他们呢？赔钱，退票。没见过台底下270多个演员就找俩观众。270多个。蓝浩爷，我终于逮着你的破腚了。站，站着我也逮着了。快点唱吧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行，咱现在开始准备唱了啊。啊，嗯，来吧。这个什么，原来穿那个寿衣呢？不至于吧？距离清明还有几天呢。唱戏穿那个啊？您说那叫行头？一代奸雄的打扮没有行头，就这身咱就这身大褂。OK 了 ，OK 了，好吧，姐你咱来吧，可以开唱了。对付，哎，请乐队老师。没有乐队，只有录音的，没有乐队。没有乐队，我跟你唱个六啊！来啊，来啊！你撂，你收拾吧，收拾吧，你饶了贫僧吧。我得挽回我那270的错误，我得。弥补不了了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你掉头发呢，是跟你唱戏，我头发都快出来了。来吧，别废话了。哎，咱就拿嘴学，拿嘴学啊！您上场，我打家伙；我上场，您打架。哎呀，放心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。没，您这老师就没对过。啊，打架我会啊！来吧，哎，哼。恐龙哐啷，恐龙哐，恐龙哐啷，恐龙哐，恐龙哐啷，恐龙哐。我没开呀！本县26个字母，就剩25。是是是，我没开呀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是一个字儿，绝！这是我的问题吗？这谁的问题、啊、我打家伙，您恐龙哐啷，恐龙哐打家伙，不是恐龙哐啷，不是这调儿。打家伙小锣搭得，说小锣不完了吗？这还用说吗？我没可以呀、啊、正是，你还没毛呢，你该唱我没毛啊。干嘛呢？哎，想起你考实弹的工作来了。老话怎么说啊？说脑门亮，头发稀，出门肯定遭雷劈。离不开二人转。哟呵，蹭，我没，你没什么。轰雷快啊，不是下啊，这打什么家伙？打什么家伙？打得呀，打得。蹭。大爹，大爹，这也吃钱了。大爹，爹，冠军县令，于黎明判断冤情。大大大大大，爹。头戴乌纱，双翅飘，没毛。有病啊！这个拉弦的捧什么哏？还翻包袱？黎民百姓乐逍遥，大爹。虽然七品烂官小，没毛，一片丹心饱汉呐，我有毛啊！下官大爹，姓陈大爹，名公大爹，字公台大爹。您真行，您这一句大爹就一直用着，偶尔来个没毛。你看我说这个我没毛，我怕你生气。你废话，你老说搭得我也受不了啊。我说什么你不用说了，我一坐下就别搭得了。听您的。哎，没毛，他就记住这个了。奉了东老太师之命，命我等捉拿刺客曹操，
我也曾命王顺四处寻找，天到这般时候未见究竟。左右，他说你没毛，他说你不说他们听不见。大哥，你说多安静啊！他来一个没毛，就那个毛最重的那个，他说的，他毛发最重。他故意气你的。左右，没毛。这回说谁呢？左右也没毛。好家伙，我举俩灯泡。不是你叫谁呢？我叫你呢。我叫左右啊。不是你答应一声右就可以了。你说呀，贺伦，你叫我呀，贺伦伦队长、伦爸爸都可以。我叫左右，我也不姓左。孙子，你答应一声行吗？左右，右毛。右，不用说毛，因为这儿没毛。好嘞，左右，右。伺候了，大爹。伺候了，来来，那你快快，那个你那个，不，他有头发，我跟你大哥，你把你头套给他。什么大哥头套？我叫你呢，伺候着，快点伺候着。那伺候了，来了，来洗头啊。作为头疗还怎么着？我这样的洗头太浪费资源了吧？拔毛助长啊！拔毛助长，我受了受不了啊！你要什么服务？我不要服务。398-498的，再高价位我们这没有，一概不要。王顺该出来了。王顺，对，来了，等半天了。左右，右，伺候了。啊哈！太令定台。啊哈！太令定台。啊哈！太令定台。啊哈！你要拉磨是怎么着啊？我这什么词儿？什么？您这说话呀？什么词儿？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。北展也唱这词儿。你到哪儿都吃。这词儿太老了。来吧，不如改有毛。左右要伺候了。啊哈！太令定台。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。大大大大大台。哎呦！什么毛病？还得说话呀？说什么？参见太爷。罢了。谁见谁呀？你见我。参见太爷。罢了。罢了就罢了。教一句来一句啊！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。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。本县喜从何来？听说昨天你有毛了。你不如植入一个广告。生发灵才好使呢。那这说什么？这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。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。有何为证？哈哈，你猜。你抓着曹操，我猜个什么劲儿啊？拿这个，拿这个。有扇啊？不，宝剑，宝剑。有宝剑为证。呈上目看呐。给您瞧瞧。拿过来呀！哎呦，你要刺杀你家太爷呀？好好的给，给您瞧瞧，呈上莫看呐！啊，哎呦，干嘛呀？刚才没捅够是怎么着了？给您吗？好好的递过来，拿来吧你，拿来吧你。哦呀，要死！你才要死呢！呜呼什么呀？这是曹操的宝剑，看见这宝剑我害怕。看着这宝剑你害怕？对了，看着足疗你可开心？什么胡说八道！拿下去，拿下去哟！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谁？曹操。曹操，嗯，没来。捉放曹操，曹操没来。今天限号，没来。地铁也行啊，地铁也限号。地铁也限号。对对对，都限。那他是因为找大乔去了吗？没有。您干嘛的？您赶曹操啊？我就是曹操。您曹操这角色呀，我等半天了。就是我们也等半天了。来。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啊哈！回去。刚才王顺是小花脸，现在曹操是大花脸。来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大哈！您真讲理呀！ 啊，大花脸就大海，应该呢。应该呢，瓮声瓮气的，
赖云，明白了吗？你说但凡身上少一两肉，没有这气量。主要是没毛啊。将刺客草押上堂来，赖云大人，扛起来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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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来空一切来空。再见。该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怎么着？曹操上北展打卡来了？那是干嘛呀？您这是四句唱啊？这儿还有唱呢，多新鲜呐！哎，咱对的词儿了。您的唱跟我对什么？我看看跟你那一不一样啊？一个样啊！我这东北词儿跟你这北京不一样。不能够，出龙潭入虎穴，躲灾避祸。老词儿第二句呢？有谁知中谋陷，自入网罗。第三句，怒冲冲，我且把滴水淹过。第一句再说一遍。出龙潭入虎穴，躲灾避祸。对呀，第二句，有谁知中谋陷，自入网罗。第三句，怒冲冲，我且把滴水淹过。第四句，你一句都不会啊？我看看差不多吧。看陈宫他把我怎样扒落？来吧，就这词儿。放心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，就错这句上了。将刺客草押上堂来，赖云大人。扛起来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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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来空一切来空。出了龙潭入虎穴，躲了灾难来避祸，谁知中谋陷，自入了网罗，怒冲冲把滴水淹来过。你莫走，我不走，渡过走，打过口，你莫走，我不走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真厉害，你差点摔着你爱妃。爱妃，除了京剧，你全会。这不好吗？这当然不好了，您唱京剧呀？京剧也唱，京剧就那你就该唱京剧，您那你唱不完了吗？您是曹操，我唱什么呀？现在曹操罢官了，没有大小乔，曹操不干了。我看你压根儿都没想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没有现场换唱了半天，我发现没有大小小乔，你来曹操，我来成功，那怎么唱？我来成功，你唱吗？我谁往这一坐，谁还不会呀、啊？哎呀，真得劲儿啊！谁难受谁知道？说话啊，走光了，谁说的啊？说话呀！换一批，不是就你个了？还是我？完了！什么叫换一批呀？买卖干导航了。什么叫导航了？怎么说？哎呦，来一果盘。我踢死你信吗？我说什么？你找曹操来果盘。那干嘛呀？我这啊，将刺客曹押上堂了。啊，老词儿啊，我先换点他们喜欢听的词儿呢。将刺客曹押上堂来，赖云，裤子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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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裤子开了？不打家伙吗？打家伙，扛起得死，扛起得死，扛起得死。我知道了，炕上得死，炕上撕的，炕上撕的，炕上。废话，那裤子可不就开了吗？哪儿撕的？哪儿也没撕，扛起得死，扛起得死，空来空，贼来空。开始，我自己打的呀，你打。扛起得死，扛上得死，扛上得死，空嘞矿一会儿的矿。这家伙还在蹦字儿的呢。支龙潭虎穴，躲灾避祸。耶。有谁知钟某仙他自入网罗，怒冲冲我且把哒哒没毛滴水淹过，看陈宫他把谋怎样发落。扛起得死，扛起得死，空来矿一切来矿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没看见我。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，炕上得死，炕上得死，将刺客曹押上堂来。
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，将刺客草。我来半天了，那你坐，要不你坐，要不我坐什么？这是您的位置。我说什么？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。老词儿啊。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。内务府点名呢，这是。好好的。下面站的，你唱你的，你管什么弹幕啊你？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。几知谋命，何必多问？就问下面。站的可是刺客曹操，几知莫名，何必多问呐？哦 ，really？ 可是刺客，是我是我就是我，不用审了，都是我干的，来吧，直接抹脖子还是捅肚子，你随便来吧，啊，多耽误一分钟，我都不是英雄汉子。不可，没完了。见了本县因何不跪？见了本县因何不跪呢？呀呀呸！啊呸呸呸呸呸！什么毛病？吐我一口，吐你五口，赚四口。碎嘴子！相貌曹操，自出世以来，上跪天子，下跪父母，这可跪你这羞羞的县的力。你当真假？安是不跪呀、啊！当真不跪？当真不跪？果然不跪？果然不跪！来人呐！怎么样啊？击毙你！去你的吧！接下来请您欣赏郝伦歌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谢谢大伙儿啊，没你给我滚一边去。不是不是，姐们还妈妈爱你，你混哪个坟头的？怎么说话呢？他在这妈妈爱你。你行行了，你个女孩家家的，你个妇女家家的，跑这儿的时候认亲来了。你但凡你有对象，你也不会来这儿的。怎么说话呢？这都几个单身的，我都看着他们了。没完了，他们四个抱成团，这叫什么？抱团取暖吧。行了，啊，挺好。别对付啊、哦，脾气不太好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上来这我吓着，我怕吓着你们。我跟你说，台上都吓着我们了，真的。真的，我不瞒你各位，在北京我混多少年了，我怕你们北京尖沙咀的，这是上海油麻地的。您先翻翻地图吧。啊、怎么了？他们天津铜锣湾的，我知道他们。都搁一块儿了。对，都不是外人。嗯。来的这儿都是为了开心来的。是。啊，这样吧，我们呢也是啊，给大伙儿，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嘛。你看，有能说的啊，有能唱的，有能表演的，有能表演的，基本估计。基本功我有啊，你们几个嘲笑什么呀？真的，这在这个相声演员不是在这个舞，你是不是踩着他们肾了？闹了一下了？开关不是在你那儿呢吗？就说在这个舞台上，你要没有点相声演员的基本功，你怎么立足啊？嗯，是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吧，相声演员的基本功，绕口令，绕口令啊，对不对？绕口令就不说了。那您说他干嘛呀？简单的嘛，对吧、啊？要不咱们这么着吧，要不咱们那么着吧，要不咱们怎么着？您这不像绕口令，您这像泼妇吵架、啊，这是。用那个红鲤鱼、绿鲤鱼、绿鲤鱼那种。全是驴啊，红鲤鱼、绿鲤鱼、驴。对，看你这是有点口音了。嗯、得，那我别说话了，我这是口音。对不？都有这个，打南边来个喇嘛，打这边就都有这个吧？啊。我来个最简单的吧。最简单，我考考你们，你们要能说出来，今天我认输啊！好了，最简单的考人，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，连说三遍。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，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，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。哎哎哎，捡起来！你一个月工资买不了他这一话筒。
我跟你说，哎，没有话筒，我真怕他拿我这个。行，你们几个可是有备而来。啊，考你个别的。我没有这么着吧，表哥。谁考谁呀？表哥抱表弟，这个你也行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不考你们。哎，那个谢顶这大哥，我看你半天了。别考人家，人家给你拿的椅子。大哥，只要大哥能说来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，连说三遍，今天我磕一个。大哥，你说一个。书费、本费、书本啊。来，你先磕一个吧。大哥说。咱就别输北费了，我找一个吧。来，那个第二十二排的胖子，你先数数第几，老有他的事儿。哎，大哥，你喊说出来，来。我一个旋风脚，我旋你那块儿。豆，来第三十四排的胖子，我说一个，豆腐，不是豆腐。行了，今天我看出来了。嗯，今天来说我挑战成功，因为确实这个什么就挑战成功了。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，这很难的。你说三遍来。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、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、书费、本费、书本费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。我用您评价我呀？这演员的基本功都得有，这是比较最简单的。是。其实你们私底下练练这几个字连起来很难。啊。我找一个没练过的，他们几个有备而来。你说你来的都练过的，来九南呢？九南，来张九南，你上来，张九南。哦，没事，他打针了，他啊他没来，他拉倒吧。你看这个，我跟你说，我那意思让张九南上来，我他不信你会这个，你跟你说，这什么话这叫是？不信你能说上来啊？绕口令这我们基本功都得会，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，你那等等，不是轮儿，咱们第三个节目就拿这抻时间吗？这个开玩笑的，弟弟们，你那眼睛看清楚了，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，嗯，这是错误的示范，对。好了，接下来给你们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来一个更错误的，书费本费书本费，哇，好，对了，一遍，书费本费书本费，两遍，再慢点，怕连不成句了。都还残不得漂白戏。书费本费书本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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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简单的。比方说吧，再有难的那个绕口令，还有什么呀？更难的，或者说我们的贯口啊，贯口。比方说地理图，老挝、万象、泰国、曼谷、缅甸、仰光、孟加拉、印度、加尔各答、孟买、新德里、过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黎巴嫩、土耳其、安卡拉、过黑海道、乌克兰、莫斯科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、波罗的海道、芬兰、瑞典、斯德哥尔摩、挪威、丹麦、德国、柏林、布拉华沙、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布达佩斯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索菲亚、希腊、阿尔巴尼亚。汤汤汤汤，好几百句，没有必要今天都背全了，因为再往后背呢，肯定会错。对啊。我以为再往后就得充值了呢。嗯，不是，他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啊，咱没有必要炫技啊。演员在台上来说每个字儿，观众都得听清楚。哎，你们还真听清了。哎，这话筒为什么歪了？你要不拽的，他能这样吗？好，你放心，赔不了几个钱儿。哎呀，这都几个钱儿了，是不是？您懂了。哎呦，我们的钱都拴在肋叉子上，动一动肝都疼。因为肝也拴肋叉子上了，这是说。再有就是唱，唱。现代人都喜欢听唱，是，尤其作为我们这些90后的孩子。嗯。啊，错了，不开这种玩笑了。嗯、作为我们这些80后的人来说，对于流行歌曲来说，闭嘴吧！干嘛呀？80后他们还迂我？你踩什么上面了？这是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不玩笑，确实是80后，真是的，85年，1880，对，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。我回去了。哎，你站那儿，这今天蹦得格外高啊。今天腰腿好了。1985年的，嗯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年代啊，都喜欢听歌。哎，80后都爱听什么歌啊？
小芳，大哥你真是哪个年代的啊？真是个女人，他能说出小芳来。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眼睛，辫子粗又长，是不是、这个、小芳怎么你了？小芳吗？不是，干嘛呀？这是在回城之前的那晚上。你唱的是个魔方啊，这是小芳吗、能提出这种歌的来说，年龄肯定是都得是八零后左右了。对啊，八零后你们还听什么歌？特别的爱给你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藏不住你的，逃不过你的眼睛。好，就唱一句，再听了就得充会员。对，让他俩充值来了。老歌，宝贝对不起，我给他们笑脸给多了这几个。那你能不能唱歌时候把眼睛睁开呀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老闭着眼睛唱呢？我怕忘词儿。哦，您那词儿都刻在眼袋里边是吧？那是眼皮，还他妈眼袋，眼袋在下面。哦，难怪眼袋这么大，都遮住眼皮了。你真应该做做手术去。你少说话吧，我容易把你医保给你打欠费喽。不是皮那么好，我还有公积金呢。我差不多得了，知道吗？今天笑呵呵的，别看你挺胖的，我不服你，知道吗？你有多少医保亮出来？真的，我这脾气不太好，今天赶上这今天这么人都来捧场了，老这么多笑话。别说别说了，就说血糖升下去了，快点。干嘛呀？我你看，我就说影响视力了吧？现在有点要失聪了都。我不瞒你，咱俩今天要在台上，我跟你说，真说、哎、你能看得见我才怪呢。咱俩今天要在台上真说打一架，我不瞒你，30秒之后你就得跪下给我做人工呼吸。不，你休想！好了，你这样都不想得到我哈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的个天，拿我当吹糖人的。行吗？哎，应该是这个。哎呦，你今天有点新鲜的兄弟、哎、有点跌度。哎呦，行了，今天是你的高光时刻。哎，你要相信光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狗熊？你就改吧，你就啊。哎呦，行了，哎，老师他也是八零后。哎，对对不对？刚才说那些歌，我们都是一个年龄代的，耳熟能详啊。一个年龄代的，八零后的吗？是。我们那时候都流行什么呀？您说说。四大天王。哎，没错。魔力青、魔力红、魔力海、魔力兽。不不，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咱们是这个，咱们中国香港这边。对啊，刘德华、郭富城、张学友、哎、张鹤伦。对，这三火遍香港，在红毯我们都开过。没有最后那个，没哦，没有张学友。对，因为不是。没有张鹤伦无所谓吧、对不对？有没有我的？哎，人家有黎明。 你会记住我的黎明。对，黎明的代表作是什么？这难不住我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不去。那首歌的名字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黎明的代表作。对，郭富城。对你爱爱爱不完。还会跳呢啊！我可以天天念念夜夜在想。Show me love, love, love tonight. 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。学我这个，这驴皮影呢？这跳舞吗、哎？唱的还真不错。哪看出像傻子的呀？真是这怎么就像呢？这。不像，不像。我有那么显得那么弱智吗？你们退票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师傅，把他们票给退了吧。师傅在天愿做比翼鸟呢。这点词儿你全学会了，孽畜。哎呀，行啊，大伙开心就得了，回忆上我们的青春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来说，你看听演唱会不都听这些人吗？对，是。对不对？有些时候仔细想想，其实咱们啊，不是说去追星的，买票不是这个吗？不是，那是。现在我们这代人听的演唱会不是去听的歌，
哦，对不对？是你在舞台，我在人海，听的不是歌，而是我曾经的青春啊。哦，为什么现在伍佰人那么火呀？伍佰老师，他去听他的歌的全都是八零后左右，对，对不对？也还有好多七零后、八零后。哎，听见你说，朝阳起又落，就为了黑一下。今天好像没有伍佰的粉丝。嗯，你零零后，你拉倒，你胡子都一大把，你零零后。您哪擦擦您的眼睛吗？哦哦，那刘海儿，刘海儿，刘这刘海儿能看成胡子吗？盘旋海儿，月牙海儿，行了，管着吗？零零后听什么歌啊？零零后听什么？小娟儿啊，十八摸，零零后听十八摸，你有点早熟了你。零零后我知道，人家都听什么薛之谦，对不对？我能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现在都没有了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。你这歌还倒装着唱是吧？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。这不是薛之谦了，啊，凤飞飞。这个年代的歌曲都知道。废话，粘头发的我都熟着呢。好，那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你可知道吧？我不熟悉，你那模仿我都没听过。凤飞飞那个年代，那就是那个年代的，什么八旗都在这天边，不会有争斗。徐小凤，顺楼内楼你也听过？啊，三楼我也听过。顺流逆流啊，还可以啊。嗯，比方那个年代的龙奔龙楼，赶紧过马路吧，噔噔噔噔，顾的 BGM 啊啊，那个年代的歌，比方说还有那个嗯，谁对谁好呀好，把必须留，噔噔噔噔，没有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不知道了，这知道啊，谁呀、啊？谭咏麟，谭校长的呀，哟。哟，兄弟，我在这边呢，啊！我这边我感慨一下，你这真知道、啊？不用感慨啊，是也知道。潮水会把亏盈盈一把亏。陈百强。呀！他这每回感慨都不，我在这边呢。真是啊！听这个，咱来那个啊。嗯。我在这边呢，我没唱，没唱呢啊。那边那个黑妇女别这里，刘德华呀，要要。哦，你在这边呢，还真知道点啊，真知道点。那个唱点，唱点大伙儿，大伙儿现在听的吧。就大伙儿都有什么？对，一零后的歌曲吧。对，凤凰传奇是一零后啊，传唱度很高啊。什么呀？山连山连山外山，乌蒙山连着山外山。这我不熟，因为跟头发没关系。你们说点唱法。毛不易，毛不易会那个、嗯。日出又日落。深处在深处，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世界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放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回头看他有没有哭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
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，月儿明风儿静，可是你又来到我的梦里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怕我睡得轻。哎，毛不易，这得说你，因为我没有。告诉你，有点毛不易呀、啊。这个经典吧？嗯。啊，林俊杰，那个当年我不骗你，听林俊杰，我当时正烤串呢。你这有什么骗我们的呀？你听相声的时候还烤串呢。我那时候在老家，2002年那时候啊，2002年第一场雪吗？不是说林俊杰吗？都会。2002年的林俊杰，那个时候我真是正烤串呢，天天听他那个时候流行什么，那个风到这里就思念，念住过客的思念，烤串不能有风，千千远远千千是不是那个啊，不是圈圈远远圈圈，江南对对，有这个林俊杰那会儿喜欢刘德华，好，包括后来，现在我其实喜欢，你看我唱的歌都偏民谣一点，抒情。对了，前段时间那个，比方说最开始咱听的董小姐，那会儿啊，董小姐，下班了啊，换一首吧。董小姐，你的鼻子有两个孔。哎，你先等会儿吧。啊，您这不是董小姐，你唱朱刚烈啊，这是，对吧？民谣嘛，嗯，包括后来那个赵雷，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，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，为冷清的房屋画上一扇大窗，再画上一张床，都是赵雷的歌曲，嗯，啊，这个民谣，喜欢。没有星星的夜晚，这歌给我整出病了。我因为这个小朋友，我现在我百度他，我得人肉他。我跟你说，这不是刚才那小朋友吗？小朋友长大了，当年就在小剧场演那歌，怎么前面怎么？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。哎，这回唱对了。当时没唱对，我后来就因为他纠正了我这个错误，回家我一遍一遍听，很复杂。我就为有朝一日我见着那个小朋友，我跟你说，我嘴对嘴我唱给他听，让他记住我。贺伦哥哥已经成熟了，哥哥，哎，这坑好啊！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，嗯，那首歌曲。现在来说，你看当年还有好多那个大伙喜欢的吧，我喜欢多的，比方说那个什么，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，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，可能笑着流出泪，某天在某时辰。对不对？我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周杰伦。哦，是啊，对，我们都喜欢周杰伦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听，但是实话直说，周杰伦的歌其实你前面还能听，后面就得充会员。对，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周杰伦的小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周杰伦小名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叫什么？王老八。不是，您这都不挨着周杰伦，小名王老八，都知道是小名。谁知道？就你知道。人歌里都唱出来了。歌里还有这个？哎呦，你听着吧，怎么跟喝了似的？最长的电影，这里有他小名。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。踩什么了？
放映了三年，我票都还留着，屏上的巴黎脑海中还在旋转。小明在哪儿呢？望着你慢慢忘记你。周杰伦的小名马上出来。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，你妆都化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都快唱完了，在哪儿呢？记得你叫我王老八。记得你叫我王老八，你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。小名王老八。哎呀，您这好有一比呀、啊！怎么比？肚脐眼放屁。怎么讲？怎么想的呢？哎呦，你这句话呀，我有一个俏皮话啊。怎么说？你这是老头钻被窝啊。这是你给爷整笑了。老太太，老太太钻被窝。你去找王老八吧。哎呦，这又是老头。暴露了，暴露了，原来你不喜欢大乔，你喜欢孙策。我喜欢乔玄，行不行？我乔着都够悬的。哎呀，行了，您这别胡唱了，这加点模仿的还是很像。行了，这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？这都哥们儿，大伙爱听嘛，这么着也别光我唱了。哎，咱俩来一个吧。不，我听着挺入神的，挺好。不要光我自己唱啊！啊，大伙都知道你的特点。我什么？就是没脖子。哦，都知道你啊，轻舞飞扬的。轻舞飞扬啊。能跳舞，我也不跳不了。哥，到时候来一个北展这么大地方跳一个，没毛病吧？哎，没毛病，本来就没毛，还能有病吗？这么着，我唱你跳一回。哎、那不是您得说您唱什么呀？我唱一首抒情的歌曲啊，来一首《雪落下的声音》。行，那我给您伴舞是这意思？对，来我让你看看大伙看看什么叫旋转的煤气罐。这玩意儿多吓人呢！对。啊，就是飞舞的煤气罐在空中哇自转三圈自爆，砰，炸一地卤煮。哎呀，就爱吃这个。来啊，轻轻，哇哦，好棒啊！你居然还有腰啊！赶紧吧。轻轻，哇，好棒、哦！人家能下那么大的角度，我的天！轻轻，没完了是吧？他们挖的呀。你要不煽动人家能一块哇呜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再窝一回。轻轻落在我，轻轻。咱不带往回倒的啊！不是，我刚要唱，你又在这干嘛呢？我寻思你废话，我以为你这倍速了呢。你好像跑到整回放来了。轻轻落在我掌心，静静在掌中结冰，相逢是前世注定，嗯，此生如纸般薄命，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，
闭上眼睛幻想他不会听，我闭上了眼睛，求猴哥快快显灵。怎么还有猴啊？快来收服这只猪妖精。喂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二位饭到明天早上八点。八点拿来吧你。哎呦，哦哦，还有花。谢谢大家啊。我先一样要说，是彩票。全是彩票，嗯，最高奖金100万，朋友们，还说什么相声？你记住是彩票，现在不是支票。你们现在正在跟一个亿万富翁在开一个亿万富翁在讲相声，你知道吧？我的天哪，这都得拿走啊！哎，多迫不及待呀！哦，谢谢惠顾，是吧？哎。在哪儿刮哪儿是中奖不中奖啊？七有七就中奖啊？你认识数吗？妈的，还给你吧，一毛。别扔给他，就搁在这儿吧。啊，待会儿都是七都啊，信啊，信信信信里面有彩票吗？没有彩票啊。好，哎呦，您写的挺好的，今晚403见。这403跟了你38年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别胡说了。哪个酒店没说呀？这个，刮开，留着留着，刮开刮开，谢谢吧。来，大哥，你打个样来。来吧。别打，别打。打不开。算了吧，算了吧。那个什么，要打开，我当时就炫了。这点酒量，哎，我们东北都彩箱喝。这点酒量，我一个小漩涡，我直接我躺台上了。哦，您是醉了是吧？哎呀，真的醉了啊！嗯，这样吧，给大伙儿唱一个吧。嗯，来首小娟儿，好吧？唱小娟儿呢，咱们就像演唱会一样啊！大伙儿呢，把手机的闪光灯打开，咱们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。来，把酒给我起开。酒起不开，我先起开啊。喂，啊，用这个行。天树叶飘雪花，外婆桥前等小娟，桥上的我在等待，一晃过了10年咋还不回来。小娟儿啊小娟儿，你在哪边？三家的酸菜已满缸沿儿，小娟儿啊小娟儿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俩从小一起唱的那一段儿。哎呀我的天儿，破鞋露脚尖儿，老师让我交学费啊，我说等两天儿，没钱我光脚丫儿啊，外面飘雪花，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，她是我的心肝，起名叫小娟。闭月羞花沉鱼落雁，比我胖两圈。谢谢大伙的捧场，北展的演出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所以说呢，特别感谢大伙儿来捧场。贺伦呢没有什么能耐，就希望在台上能逗你们开心，也没有什么能给您的，给您送你点欢笑是我最大的幸福。
小卷儿在那边，酸菜已满缸沿儿。小卷儿啊小卷儿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俩从小一起唱的那一段儿。小卷儿小卷儿，可曾嫁个好人家？小娟儿啊小娟儿，你给他生了几个孩儿？小娟儿啊小娟儿，今儿又是个大雪天儿。小娟儿啊小娟儿，这辈子咋就没能和你做个伴儿？哎呀我的天儿啊，破鞋露脚尖儿啊，老师让我交学费啊，我说等两天儿，没钱我光脚烟儿啊，外面飘雪花儿，是谁留下这一段儿？小娟儿。谢谢大伙儿，谢谢。哎呦，哎呦呦！我先，我，你们是不是没啥送的了？这是什么？利民辣酱，给我整一大堆。哦，利民蒜蓉辣酱，炫一个。哎呦，谢谢。我收的房卡了。哦，这我这希尔顿啊，懂，403啊。你说哪儿那么多403？我先说这个蒜蓉辣酱，来，你给我干一口，我看看。这个也就罢了，我想问问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不是蛋糕啊！这你妈居然是块五花肉。哎，流汤了，流汤了。写字儿了。这边啊。你是我们的心头肉。这咋头回看这护心肉这么大块？心头肉，8斤的五花肉送台上。你们说这么多，听这么多年相声，我说什么10多年了，我头回没见有人送五花肉放台上呢。五花肉能往台上送？这不还有辣酱吗？保安这些东西不拦着吗？他也没想到是送演员的。我没想到啊，说这么多年相声，头回在台上说到五花肉。炸点鸡蛋酱。哎呦，我香你一溜跟头。跟人家有什么关系？今天真齐了啊！行了，咱这个你看，这葱姜蒜都有了，啤酒有肉，有酒有肉了。行了，老狼，开始吧。尿酸整，这是送您的。展示尿酸的时候到了哈，您受累吧。老狼来一个吧，我来一个。啊，行，我简单唱两句。对，我去做点五花肉。我唱个党亮吧，好吧。哎，还简易过了，多新鲜呢。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余则把香啊烧，关公犯罪刘备呀报，豪杰犯罪怎能够饶，小小回应速去报，旧舍老爷放了骨胶，七星剑把头削，一腔热血染正啊袍，好汉英啊雄辜负了，汗马功劳一旦跑，江东桥前恩重义啊高，留下了美呀名在万古飘。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哎，没想到。你给我搁这儿。什么？嗨，我这顺手了。顺手签卡。叫小帆，
德云社来说都有自己的代表作。你看，比方我的是小娟，岳哥的那是哎，好像不多呀。岳哥的粉丝也不多，今天都是看你来的。对的，你看辫哥哥的桃叶尖上尖，哎，太清水河。我师傅的呢就是叫小帆，多少年了，我初听还穿尿不湿，现在也是尿不尽。您就换条纸尿裤好不好？今天就来个叫小帆怎么样？哟，得嘞，那我给您搭个腔儿，来，哎，一见啊，你来啊，哦，我来前面啊，对，一见公子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，真好，这等您唱呢，再来一句，站立宫阿门，叫小娟儿，娟儿啊。再翻一个，没有想到弟弟还有话筒吧？哎呀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把演员都叫上来一块玩一玩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后台的妖魔鬼怪，闪亮登场。来，再挨个啊介绍一下啊，来头一个这边这个曹九台。于小怀，来来，王小格，杨鹤龄，吴萧泽，陈凤清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隆重的掌声介绍一下今天比较特殊的一位郎客演。我在这儿，哎哎，你俩，我在这儿站仨小时，我是个屁呀！哎，咱别美化自己，啊！你得给各位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啊，旁边的这个就是这个现在来说哈，镇八方玉面昆仑侠。哎呦，这是赛九狗的，哎呦，张九南。今天来说啊，是这个专场嘛，像北展嘛来说啊，比较特殊啊。九南说呢，那个哥，我能不能给你去主持呢？我也想挣点钱。然后呢，嗨。没有钱的事儿，没有钱啊！今天不用给你钱了，今天那不行，感情，感情，对，感情重要还是钱重要？感情也重要，但是钱更重要。行了，其实他不在乎钱啊，那个咱就不给他了，就结束，撤，快快快！好了，你回来回来，这样吧啊，这个你给大伙来两句好不好？我别来了，哥，您来吧，我就想听听你跑调的歌曲。那这样吧，这个最近刚写的歌给大伙来两句行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天籁之音，准备好啊！您喊三二一，我开始唱。三，三二一啊！哦，来一，三二，非得查数。对呀、啊，我得准备。三二一，喂，歌我就不唱了，哥。那这样吧，咱一块儿给大伙来一个六对对歌，怎么样？啊，来，往前站着，不丢人，朋友们，往前来。看谁不会唱啊？不会唱的啊，当场打死。来一个啊，大伙来哼个节奏。嗯，噔个儿噔个儿噔个儿哩个儿噔个儿的哩个儿噔啊，个儿噔个儿哩个儿的咿呀。天桥没有桥啊，怎么样？戏台是人大的哦。酒楼茶园的原本在平地，个儿噔个儿哩个儿哩呀。你刚下了台呀，下去喽！我又登上去，来了你，颠来倒去，倒去颠来，后台是同着的呀，咯楞咯哩咯哩呀。您要是听相声啊，怎么样？德云数第一呀，知道。魑魅魍魉妖魔鬼怪全都在这里呀，咯楞咯哩咯哩呀。您摸着台上瞧啊，喽喽，没一个能看的，不能。也就是我这个队长长得像宋仲基。咦。这刚才谁鱼的？你个没毛的！刚才这玩笑的呀，别往心里去。祝福大家身体安康，生活甜蜜蜜呀，爱万事如意。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，我们下回再见。来，给大家，爱你们。拜拜，我还得说一句是吧啊。
今天的演出正式结束，下次再见。